起粽叶，放进糯米馅料，婆婆妈妈们忙着包粽子，一旁的热锅蒸笼也没闲着，掌握好时间，要把香喷喷的肉粽送到大家手中。成功里的端午送暖活动不受原物料涨价影响，今年要包7000颗。香菇嘛起价，土豆嘛起价，蒸虾嘛起价，糖都起了，菜脯无能白肉粽物件糖总起了，糖都足贵的足贵的。个香菇料料都要开1-2万块嘞，足贵的了就对了。所有的料该起咱嘛是照安尼买，不能减。对，我们办这活动要让他们里面大家吃得开心，而且我们这些肉粽送一些弱势的，我们觉得也很开心。他们志工妈妈他们也绑得很开心。在美食的号召下，成功带动社区民众的参与度，近百位的志工一连忙了2天，但大家都不喊累。而这爱心满满的肉粽不止免费让大家品尝，更准备了近百份要让弱势民众带回家。就胖啊，就好食，就 Q 的啊，哎呀，就真好。难得说亲朋好友这样一起聚在一起啊，哈，是蛮不错的一个场地。进前都有百几啊，所以到今嘛还有迄个印象的，好气氛真好，有迄、回味。我当年嘛来啊，煮白我当年就来啊。煮来包，我当年就来包啊！啊，是安怎想要来？就感觉安尼真新鲜啊！大口吃粽，开心秀出辟邪小香包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快乐微笑。通过活动促进大家感情的联系，也让弱势朋友感受各界关心。虽然大环境不景气，但社会还是处处有温情。记者吴怡婷台中报道。